今年在花莲的大地当，彰化县消防局特搜队半暝就出发抢救。这嘛是伫两年前台南大地当之后，彰化特搜队再度参与救援。彰化县大家公道会感佩消防人员冒险救灾精神，捐赠200,000的慰问金甲采购救灾设备费用，希望提升救灾能力。捐赠仪式由大家公德会会长带领各会友捐赠慰问金甲设备予彰化消防局。台湾因为位伫咧地震区，常常面对天灾地变，伫灾难发生的时阵，拢需要消防人员抢救。尤其是伫今年2月6日花莲大地震，彰化县消防局特搜队半暝就准备器材出发支援抢救。这嘛是两年前台南大地震后，彰化特搜队再度参与救灾支援。大家公德会为着要感谢救援人员冒险救灾精神，所以捐赠200,000的慰问金甲采购救灾设备费用，希望会当扩充救灾能力。我们这次大家功德会，我们希望可以做到一个抛砖引玉。那我想，这个社会的一个光明面，事实上有时候是在社会每一个点去把它串起来的哈。那在企业里面，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我们希望说，让这个台湾可以更和谐，而且我们这个灾户啊，可以受到更好的一个照顾。而且去救灾的人，他是更需要被保护。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这次大家功德会把我们的设备，我们就全部都捐献给这个我们的。特搜队，彰化消防局嘛，感谢社会支持，让消防队会当有扩充的设备应对灾害发生。感谢啊，那个财团法人哦，大家功德会哦，他捐赠一批哈，我们特搜队的器材哦，那个帐篷还有睡袋哈，还有后勤器材，给我们这一次那支援那个花莲大地震的特搜队哈，请消一消哈，啊，因为我们去支援。那个灾区的时候，灾区是物资比较匮乏哈，那我们特搜队去的时候，训练就是要自给自足哈。啊，他这边去给我们睡袋和帐篷啊，后勤装备，那我们可以在灾区执行的时候更加顺利哈，不会对灾区哈啊造成负担哈。那这边也呼吁哈，那民众哈，这个台湾是一个多地震的地区哦，平时要养成哦那个危机意识哈，吉安那思维哦，一到地震的时候就要趴下掩护稳住哈，啊来避免意外。灾害的伤害哦。彰化消防局特搜队出勤的时阵，为着避免造成当地负担，所有器材、食甲带拢是家己准备的，所以大家公德会决定捐赠200,000来抛砖引玉，让特搜队扩充救灾设备。新彰化新闻，白明林彰化采访报道。